你就是新人吧？那我们就开始喽。今天的工作是引导基地里的车辆，会有观摩团来参观基地，看来会很忙哦。虽然你可能对引导车辆很熟练了，但是基地里有战车和战斗机体，注意一点哦。我们现在在基地的地下仓库，只能接到这种地方了，就在这里进行简单的研修吧。很厉害哦，不错哦，合格啦。那么就开始工作吧，我带你过去，跟我来。不要跟丢了，基地底下的空间很大，不小心就会迷路。有怪物啊，快逃快逃啊。放心，没事的。怎么了？赵明，等一下就会好了。我要开门喽。往这边，小心车辆哦。动力装甲跟车一样，被撞到可是很危险的哦。快回答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被吃掉了，乔治被吃掉了。不用在意，军人最喜欢开这种玩笑了。注意战车，这里是车辆专用通道，小心被撞。又来了，是电路的问题吗？开这个灯就好了。战斗机体来了，小心哦。对人类来说啊，这个基地太大了，好像是为了军用车辆盖的。在这边转弯。发生紧急情况！发生紧急情况！这不是训练，再重复一次，这不是训练。或许是真的有状况吧。不用那么紧张，这一扇门的后面呢？救命啊！开火！开火！这也太大了吧！去死吧，怪物！这些家伙到底是什么啊？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生物。恐龙不是已经绝种了吗？刚才真是好险啊！这家伙是谁呀？你没事吧？你是老百姓吧？过来，我给你武器。现在是紧急情况，有怪物入侵基地，目前怪物的数量与状况不明，入侵方法也不清楚，无法与地面取得联络，我们被孤立了。在救援部队抵达前，
只能自力救济。我们也会给你们武器。虽然说守护民众是军人的义务，但是在敌人不明的情况下，我也没办法保证什么。一旦情况危急，就用这把武器自保吧。接下来会教你们使用方法。枪已经降下，看来无法照预定路线前进。这样，我能解锁隔墙，这样所有人就能离开了。由我带头，你们负责戒备四周，跟我走。听好了，接下来可能会遇到怪物，自己的性命自己顾，知道了吗？潜伏在四周，提高警觉。老百姓，不要脱队，想活命就跟紧我。这是紧急情况，老百姓也会参加战斗吧？不战斗，可是会变成那些家伙的粮食哦。别说那种话了，我们会尽量保护你的。你是第一次拿枪吗？可别吓得发抖。把枪口对准敌人，扣扳机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那也要手别抖啊！电梯在这边。就是这里，解锁隔墙。有怪物！伙伴正遭受袭击。朝怪物开火，数量太多了啦！救救我们！怎么会那么大只？快看他的尖牙，要是被咬到就死定了！一丝都别放过，全部扑灭！我们被突袭。大家都死了，得救了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逃离地下吧，向电梯前进。电梯无法启动，电缆都被破坏了，这路线行不通，回头吧。既然无法使用电梯，有 AFB 用的通道，从那边往地面前进吧。我来打开隔墙，你们退后。走 AFE 用的通道，这里很陡，要小心。朝地面前进，跟我来。
到怪物的王牌，楼上应该有战斗机体的机库才对。有声音，只要有战斗机体，就不会输给那种怪物了。有怪物！伙伴危险了，快帮他！快冲过去掩护伙伴！我们被前后包夹了！为了活下去，也只能战斗了。上吧！这样下去就完蛋了！有没有人过来帮忙啊？可恶！可恶！干得好！你似乎很有天分。要死守这里！要死守这里！立刻离开这里比较好。要走了，跟我来。认真。机库里应该有战斗机体才对。是那个像机器人的东西对吧？这里有没有人会开战斗机体呀？中士有执照，交给我吧。就是这里，我要打开了。啊！怪物跑进来了！这些家伙居然往我脚臂跑进来！战斗机体都坏了，全都被破坏了。总之先打倒敌人再说。直接命中，不错。那家伙，跟你们这些家伙喷出来的是酸液，是想溶解我们吗？这可不是开玩笑的，我才不要被喷死。要是被喷到就糟了，在被干掉前歼灭他们。快点开火！没问题。我不想死，我还不想死。这些战斗机体都坏光了，一下都不剩，这下糟了。算了，我们离开这里，跟我来。到底是怎么了？也就是一股冲动了。即使在这种状况下，听说好像有敌人了，你有怪物，到底有多少怪物啊？全力开火！战斗，但这么大一群，这里是怪物的产地吗？在哪？我不会让你们说。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？我们正在地下与怪物交战中，请求救援。没用啊！敌人接近。明明出现了这么多怪物，地面那些家伙都在做什么呀？救援部队一定会出现的，成为士兵真是太好了。往这边，跟我来。退休后可以拿到年金，能平安回去的话。也这样说。那种怪物会不会是从哪个动物园逃出来的呀？真奇怪，这可是一群十公尺怪物聚集成的集团哎。在事情发生前，应该会有人注意到才对啊。难道说他们躲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吗？才呀！哎。天花板要塌了，通道被堵住了，哎，天花板破了个洞，怪物从洞里出现了，附近，为什么无法发射啊？数量太庞大了，这么多怪物，之前到底都躲在哪里啊？我本来就会失眠了，要是害我更睡不着，得找谁负责呀？先思考要怎么活下来吧。救援部队还没来吧？虽然你只是个老百姓，却很有胆量吧？你很适合当军人呢，要不要干脆签下去啊？改变前行路线吧，往这边。继续往前走。我可没有舒服。我不会否定你的说法吧。就在这扇隔墙另一头，或许有怪物。提高警觉，要打开隔墙了。请等一下，中士，我要做心理准备。门的另一头绝对是一堆怪物了。准备好了吗？我要解锁了。
搞什么呀？竟然敢吓老子！真是够了，赶紧往前吧。真没想到会在基地中遇难的。为什么地面那边没有任何消息？他们一定正在准备救援小队。今天是幸运日，救援部队差不多要到了，现在一定正在地面待机。请回答，我们想知道地面的情况。我不能容忍。可恶！就只是这样。为什么地面那边都没有回应啊？或许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吧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应该都不会比现在的我们惨吧？我的，要不要玩文字接龙啊？根本不需要特地提出来说。地面一定有救援部队，出去就得救了。那些怪物搞不好是哪国的兵器吧？怎么可能啊？说真的，没有比生物更可怕的军队。我有看过这种科幻小说，是讲老鼠跑进太空船的故事。老鼠在太空旅行中不断的增加，最后把粮食全部吃光了。跟机械不一样，生物是会繁殖的。喂，等一下，难道说那个怪物会变多？好哦。新的指挥官在哪里啊？一直都很想成为士兵，梦想成真了。吓傻了吗？给我记住。中士，原来你没事。我要到地面上去，把隔墙打开。这可不行，隔墙的另一边似乎有怪物。原来如此，但是就只有这条路了，必须消灭怪物。即使这么危险，你也要睡不着。没问题，你看错了。有没有人过来帮忙啊？打开隔墙。是，长官。听说好像有敌人了，数量比想象中还多，数量太庞大了。中军，别怕，把他们全部消灭。你可别死了，救援快来了，去死吧，怪物，去死，去死！不错，冷静点，保持镇定。我快受不了了，混蛋！做梦也没想到，居然要跟怪物战斗。战甲看见了吧？对手不太好。不错，不错，我们赢了。希望距离出口不远了，我在城，只要回到地面就得救了。我有想要守护的人。我的胆量比谁都大。可以换个话题吗？到出口了，与部队会合。从明天开始，我就要到海底面就安全了。动作快！你喜欢军队吗？是。老百姓，没想到你还挺可靠。离开这里以后，到排长那里去吧，他会帮你办入队手续。别担心，已经安全是出口，敌人残血了，糟糕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居然还有这么多，命中，不错，庄田保持清醒，庄田，庄田子弹，有没有人跟总部联络啊？装甲溶解了。
谁指挥一下？不错，快看天空，真的太夸张了，我才不信呢。像盘子一样的东西在天上飞，飞碟怎么可能有那种事情啊？我们在地下的时候，基地开始拍起电影了吗？可恶，我方正在战斗中，前往支援，跟我来。唬你的，室内指挥部。去死吧，怪物！好像还有敌人，支援部队还没到吗？竟敢把我的队友杀了，我要报仇！到处都是怪物啊，在地下还比较好，我们不该从洞里出来的。到外面来也没有比较安全呐、可恶，在这种关键时刻，战斗机体居然无法启动。好像在喷什么东西、是酸液，这是酸液啊！别怕，我们的战斗服可以抗酸。不行 救命！救命啊！这里是伊欧塔三号。即将进入启动程序，步兵负责保护战斗机体。中士，你平安无事。我想了解情况，少尉在哪里？少尉已经战死，被怪物吃掉了。可恶，是怪物集团，正在接近中。全体人员就战斗位置。待在这里没问题吧？有没有人跟总部？还能动的人都要参战。没有可以指挥的人，就没办法打。开火！别让怪物靠近。完蛋了！子弹卡弹了吗？这里是伊欧塔一号，启动程序进入最终阶段。别让怪物接近战斗机体。应该都已经避难了，但却无法得知实际情况。无法联络上负责护卫的排长。我中弹了！这边受伤，救援！小怪，加上飞碟！可恶，这组合真是烂透了！受伤了！没有可以指挥，就没办法指挥。指挥一下！这是真的吗？要是搞错的话，子弹！新的指挥官在哪里？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为您插播临时报道，在各地都募集到了 UFO， 也就是幽浮。民众所见的并不是相机拍摄的光点，而是清楚地在空中看到了金属质的物体。目前并不清楚真正的状况，但是全世界都不断传出目击报告，推测同时有多架幽浮正飞行于不同地点。是怪物集团，数量非常惊人。这样下去就完蛋了。伊欧塔一号已启动，战斗机体小队开始战斗。这里是伊欧塔二号，准备前往阻止怪物。